来看一下哈，刚才一个狗贩子哈来买他的狗，给他100块钱，最后我让他给150，这个大爷哈最少是200块钱。嗯，大家有喜欢的不？大爷，人家刚来给你150，你能卖给他呗？你留他至少就这一个了，对不？啊？你不卖给他，你不卖，人家不是给他了？你看看，人家说的一点没毛病啊。头顶一块半，就那一点半，还有白熊，对吧？150你不卖给他，你卖给我行不？行吧？对吧？啊？你150你给我吧，我卖多。我也不带个五，那行。那140，是吧？不带五，这140行吗？你别180了，你140吧，140行吗？140我买走，我还得给他洗个澡去。那不叫远，那要你不喜欢这个五，那就给我买10块钱走了，是吧？这样嘛，大爷，148，行吗？你说你不喜欢五，不行，我这位子我叫他抱你。咋嘞？你反正就这一个了，那好的都让人家抢完了。对，你换这个店。对吧？好的人抢完，剩这一个了，这一个都是歪瓜裂枣，这一个歪瓜裂枣，你给我便宜点完事了呗？啊。这用不着了，我也不认他，我也不认你。啊。是不？150，你愿意要？你愿意要？他愿意买都买。我问150行吗？150。现在都能打疫苗吧？打两针了，也取中了。160，那不得换是不？放地上跑啊，人吗？不是的，你别叫人听了，都在这边跑，不在这边跑，都是在山。就这一点白毛，我看他精神头不太好呀，我看。有一点证，你跑，要有一点点毛病，说不要钱。160，158吧。啊。你给我留2块钱，我买瓶水喝，天热。你还都不走路，你看大爷，他都不走路。他有一点毛病，你找我一找。你看，都没精神了，你看。他没下过笼子。要是有一点热，你找我行吗？你背着把身子快走。不是我找你，你都就这一个狗了，你给完你钱你走了。还得来了。明天你咋还来？家里还有嘞。家里还有嘞。我养狗，我养狗的啊。你别害怕，4.8的代理，你的怪好看嘞！哎呦，那你的好看。我的不要啊。对，你的好看，确实啊，这边的好看，这都纯种的。你的打疫苗了？这是一窝的吗？一窝生了几个？6个，一个没卖了。哈哈哈哈光卖大了。哦，光卖大的了。你的为啥一个没卖？我要的贵。你要的贵，你为啥不能便宜啊？你劝人家让人便宜卖，你的为啥不能便宜卖？我看你头背头发比他都多，我们喜欢戴帽子了。你还便宜的都是路，你的这样吧，你的3.2，你3.2，我宁愿要你3.2，我不想要的这个，你也有白，这个也白。
这是谁的笔哥？你要用那些你来买不买一个？我你要三百，我这是买，我要两个，谁要不要两个谁要给我，对吧？你嫌我不买，我给你价钱，你卖给我吧，我挑两个。我挑一个八百，我你把我吓走吧，我走我走我走，我走。这个比哥，我这个比哥好，这比哥啥价？还一个，那一个卖了呗？这个多少钱？那工资多少钱？500啊，这价格不贵啊，这两个比哥不错啊。来，行行，今天就到这里啊，来关注一下啊。现在有点闷热啊，天气啊，好看，500块钱，有捡漏的不啊？关注一下，小体预防针齐全了啊。